就是动跟静，我们就是了解到完成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，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。我们的错觉都是说有声音哦，呜呜呜，听到听到，没有声音不不不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们要了解到，啊，那无声音，你那无听到，你那怎样讲无声音？所以一样是听到了。我们已经入流往首以后啊，这个动静二相哦，不管有声音，不管没有声音，我们都呢了然，了然就是了了分明啊，了了分明，各位听懂吗？就是清楚的知道，已经清楚怎样了哦，了了分明哦，那个了然。可是已经不在心中产生作用，没有动静的作用，没有生灭的作用，这样了解吗？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可以守住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，可以守住了，对外面有声音，对外面没有声音已经知道而不投入了。安尼怎样不？安尼听有无？有清楚啦吼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已经不在心中产生，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效果出来了